这个是 Naga 的官网，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啊，然后进入 Task 设置页面，这里的话就是输入名称，这里设置时间，比如说今天27要到哪个日期，在这里可以设置，然后在这里选择具体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。关联游戏如果有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游戏库中有的话，它会显示出来，就点一下，它会关联到这个游戏。任务图片这里点击的话，就可以上传这个 task 的这个预览，然后推荐尺寸是 1060×600。任务描述这里就填一些，比如说活动的介绍啊，这个白名单数量啊，然后抽的是什么东西，大概介绍一下。奖励一般这里选择白名单，然后网络就根据项目的它所属的链来进行选择。比如说这次抽的是 Solana， 那我们就选一个 Solana， 这里就获得这个输入这个中奖人数。好，输入之后呢，这里有两个选项，你可以进行手动抽，也可以自动。自动就是系统它自己会随机去筛选，手动就是你自己选择。这里的话，如果那个白名单有图片，也可以把它上传上来。任务这里就是常规的这个社交任务，比如说这个是关注，这个是转推，这个是点赞。这个发布带指定内容推文，就是比如说他要用户发一个，就是你指定的一个内容，你就在这里输入一句话，比如说这是指定的内容，那么用户发出后呢，他们都会默认发出这句话。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加上这个，就是一些这个行动的指引。这个引用带标签，标签就是那个 tag 嘛。比如说你需要指定某一个标签，你就在这里输入，比如说 DeFi， 那用户发推的时候，他就会带上这个标签。引用推文，这个就是需要你把你需要引用的那条推文的链接粘到这上面，引用一条推文并标记朋友。这个朋友的话是可以就是设置指定的这个 ID， 或者是说任意去标记，这个话系统会帮忙去筛选这个用户的他们的这个好友。然后 Discord 的任务的话就是加入 DC 嘛，这里输入这个指定的 DC。还有 YouTube， 就是这个 YouTube 号的这个链接。 Naga 这里的话，比如说相方有设置需要收集什么样的一些数据，你就可以让用户去回答。工作证明就是让用户去访问这个固定的链接，或者是完成固定的任务，然后让他们去提交他们这个 URI 的这个反链，或者是上传这个图片来验证。访问指定网页就是让他们去访问某一个网页，或者是访问某个链接。然后设置完成后，这里点提交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你们的顺序有设置错误的话，这里可以直接拖动这个任务进行排序。